对，又是火焰，又是火焰。今年穿越火焰第10个年头，我希望陪着这些师傅再战10年，穿越火焰一起加油，祝赛会越办呀。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，欢庆 CF 10周年，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和各位分享 CF 产品的最新动态。首先呢，就是大家备受期待的地图编辑器，用地图编辑器实现大家对游戏的新的创意，共同打造 CF 的下一个10年。 比如大家最熟悉的经典的挑战地图《巨人城》已经升级到《巨人城2.0战场》，同时我们还推出了独创的幽灵爆破模式，30人的参与人数，更大的生化地图，更强的娱乐社交性，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的生化体验。那么全新的 CF 的微端竞技版本，也将会为广大玩家提供 更便捷、更公平的游戏体验，正在研发的生存类玩法也将在不久与大家见面。那么接下来带来 CF 手游 2.0 时代的全新发布， CF 手游的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了2.5亿，那么即将实现3亿手游玩家的枪战梦想。接下来还有一个更精彩的内容带给大家， 它就是 CF HD。 那么为了给你们带来更好的枪战体验， CF 高清竞技大区还在持续的打磨和优化，那么不久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，给到所有的 CFer 最直观的感受，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个10年。 我的 CF 梦是从2009年第一次接触运输船的时候开始的。 记得第一次在比赛时逆风翻盘时的呐喊，更记得第一次获得冠军时候的拥抱。我是 CF 界中的一位大叔，今年已经53岁了。对于我来说，更重要的是每个年轻人在 CF 里感受快乐。我能在 CF 里感受 真正的快乐，就是想告诉所有人，热爱不关乎年龄。10年凭借着这份热爱，一直走到现在。10年，我的热血全是激情，用梦想铸就战场。结果固然重要，但更加重要的是自己的一路坚持和自己心中不变的信念。 穿越火线今年是第10年了，我想代表所有现场的观众，所有看直播的观众，和穿越火线说一句：穿越火线10周年生日快乐！我们将永久保留这幅战旗，希望在下一个10年的时候，写满在场所有的 CFer 们以及在线上所有 CFer 们的名字，在下一个10年的现场再次展出。